方。道理，有理。你看赛特还带着这个出去，这挺吊打贾克斯啊。应该是的。嗯，这一点烂到不行。可以一次吸五个人，超强。我可以一次框五个。一吸五。这个好像那个小丑黄。那只木棍是数码宝贝。这什么鬼？漏尿了。有捡到附魔之带吗？也都没有，可以啊。中，那我再去打一。来，附魔之带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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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过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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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也有附魔之带是不是？你有附魔之带。漏尿哎。嘿，展现喽，走啦！帮我一下，笑钱光，哇啦！哇哦！哇，冰海刚好出，刚快到三头哎，哇！哇！人家直接把他杀掉，没在跟你附魔之带，没在跟他开玩笑的。你 Q 一下，把他闪现给骗出来了，过瘾哦！就这个一下，你就 Q 就好。然后你等上 Q， 他等下走不，他等下走不回来怎么办？我操，直接走了。好爽 ，Q 起码一点都点到，才一等就已经到塔。我刚刚直接，怎么会弹到头上？我刚刚直接那个闪现过去给他 Q 一下闪现，哎、欸，也是很疯啊！肯定，好了好了，够了。哎、欸，他们这个 combo 有个烂的，那十分太暗，乌太晚了。你不是爆车吧？不是爆车哦。那一买我觉得还好。嗯，没的。嗯，俩分段。好猛哦，又满血了，这被动。好低冷盾，被动有够扯。嗯，那中路包不了他。这个可以用，可以啊，只要你杀掉就好。如果摆在，他们怎么那么怕？那试问这样干脆不玩索，不干脆玩索拉卡吧？就方便五分钟哎，过瘾。加了江主。他不离开，他不弄，他不顶，我也不跟开。直接狂注猛注，直接双上，好扯。吓死、欸！哇哇！哎、欸，闭嘴！嗯。不离开嘞、欸，笑死！不流失，不蒸发。我总是不懂他刚第一个闪现是怎么回事啊！看他要过来，我在那边想到我要闪。没办法，他们真的不离开了，哇，好屌！啊，他们是怎样、啊？不流失，不蒸发，离谱！这次龙吧，他们都不离开了。这次龙。太扯了，不走了，我要回啊！我直接被他们直接一个塔杀、欸，住到外头，没办法，我全部离开了，直接住到外头。直接一个不离开，住到外头，那是真的没办法。打的是那个龙猫，你没有去帮他？嗯，不是啊，我刚才回啊。嗯，那我看是危险。没事了。赛特怎么跑上？我都已经被注掉了，全部来上了啦。
都已经被中掉掉两大波了。我想要拆塔，我都已经掉两大波了，不用来上。后面两大波也不用想打了，规则就好。吃的还蛮轻松的，把他抱过去。OK。可以。下路也不见了，出现了。就问舒不舒服？眼睛在那个。请发动。看我没有点那个被动袭击。也被他们 combo 了。不要不要，兵很多。打起来怪怪。梦都今天小心过度美食家猛快的功夫啊！什么？你被住成这样？不是，那根本不是住，那个直接跟你对线成这样。哇！你还把刀炮吃吗？没有，我没东西了。怎么爽？别弄！我就是用神命在推啊！等一下又要被嘉文住了。嘉文刚好在蓝，在吃了。嘉文在蓝，他应该来搞我们。我帮你击塔打过了。用神命推兵啊！这波不推进去，我就真的爆了。神命推兵流，刚才帮你击塔过。那进的士兵是不是遇到一点问题、啊、他真的来了？好吧，一下下丢。我是用神命在推兵吗？我这不推进去，我是推到歪头。结果这样也是推到歪头、啊、也是被住到歪头。嘎文还想偷吃，卡蛋喽！我没中，我没中。哦、多拉没大，那个四分六等哦。嗯，他这个还好，这还有点燃是还。嘉文这么凶，妈嘉文是疯子啊！护上五分钟，你就知道他是疯子。上五分钟了，你觉得他是正常？他是正常的 counter 上路。对，要弹到我头上去了。哎，老师了。嗯。嗯。真的是疯子，真的受不了。嘉文没大，他又要塔我。等下，如果那个甲克斯打甲克斯差距，我一定呛爆他。有飞机飞过来了。杰克斯 gap。他表现到，那我先去预备直火。有乌鸦、欸，
坦克进去中。哎，靠右左边一点。嗯。是龙吗？不行。没有，他们三个人都回来，好像进门。那个 J4 啊。哎。传送。先不要打吧。有这个船吗？没办法。走。你有眼吗？J4 直接硬。你有眼吗？直接眼瞄。他直接把旗子插进去，然后夹着。有眼吗？有眼吗？我三秒。有了。没拿到，有没有惊人？惊人那个人，哇，希望好硬，吸起来啊，不行，被吸到了，没抢到，差一点抢到，nice try， 你知道我们贾克斯获得了喘息，获得了喘息空间，他靠这个塔靠的有多爽？没错，靠个过瘾，好过瘾。我就拿了这个塔皮，等于他杀你，等于你杀他两次哎。塔皮他全都要。啊，反正你没钱，你一次也没杀。哎呀！算了，贵，赚了一把。四层塔皮。不要吧。可以吗？没拉到就算了。呀，被扛走了。不然爆死。没有大，差不多。哇，不会死！哦，一超二。哇，你看他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教乐不见了。你秒杀、欸！咱们焦稳定说：“干，我住上住的要死要活，你怎么那么烂呢、啊？”就是说我要帮公开频道 Jack Scap 不行，我要再打赢，再打赢再讲。你把吃掉。现在输入这个指令还太早了。跟我交。现在输入真的早啊！我有回枪吗？你居然蛮猛的赛特，只是我觉得你应该是要带那个猎七冲击比较稳。真的，我觉得带全能那种全能有点太多。但是我觉得我刚刚那个掠食者还掠得不错。那我觉得你要么就直接带掠食，就是看你要打，我觉得直接带一个比较稳。我觉得全能支持还是太猛。直接第一座防御塔他们崩了。因为你带全能，你带那个什么，带那个里面有大部分。正打皮了，不用帮我挡，不用帮我打打打，好杀了，我还有大血，不敢打。他们自己那个谁，你自己都快死了。见啦 ，get 嗯，准备走啦，飞机又坠机了，啊，但这反正又坠机的，没办法，那个 T 五角色，嘿，爽了，是啊，不够长，困扰，那嘉文打到自己身。不要啊，走啦！光可以，小丑，嘉文根本跳哦。感情出西魔剑还挡不住他，把他的路灯，然后我捅了，很突出的。可以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一换二，三个人塔杀，小丑、欸。风骨塔跟营地的风塔是主 Q 还是主一呀、啊？稳顶好了，一拳一拳。现在我应该可以打了。我就全部是你的。
七秒有风龙。我回家一下、哦。那我们就上了，我再上了。回家补个装再出来。这个团我应该不会过去哦，我应该就继续拆账。嗯，这样。是这边两只，三只。风雷。那个没到，但是小心哦。这团我不会过去的，我不会过去的。靠，按到大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哇、哦，我要插眼了，按到大。没事没事，反正等下用不到了。这波看来不能打。我去插一个眼睛下去啊。我要出账，按到大招。我被烧起来了。嗯。完了，我没蛋，掉不下去。不要插了，我们人都不在，你去插只让两踩了。你用大偷一个就好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不要去哇！叫你不要去啦，就没人。不是啊，他过来插我了。不要去啊，老师。我刚才那边要看那个龙啊。没事没事。哎，没办法，没事了。没办法。小打小闹。哇，这什么？啊，没大。我怕你跳我的也死。嗯，烦啊。我回家跳吧。啊？他没大，他没大。哈哈，那么还拍照？不用了，急。一定杀得到。哇，你拖过来我就死了哇。为什么要把他往前抬？因为他那只只能往前抬，不能往后抬。不用抬他 ，A 他就好了。不会往前，哇！你要一打三了吗？出来了，被抬走。四温是有点，你四温才是下路的，四温才是那个 C 位，四温才是那个 C 位啊！我跟我玩的，我每次玩都这样，肯定辅助的。然后你的酷奇哥哥怎么变那个捡了杂货？五零零零四杂货仔，五金行哎，五金行什么都要，换我带下。但等一下那个预示者如果会打起来，这个剑很死。原来红，这只红眼的，我看到。这个刚好可以挡住我的那个本身。你要不要吃那个炮子啊？我再近一点。嗯，我刚看到一个中洞。辛苦了，我等了。等下我也出个心魔剑哈，他出两剑，但肯定是被秒。现在被他接到，肯定是秒。他刚就秒到我，我刚才按的治愈哦，他也是秒到我。他有黑魔禁书啊，你那个治愈跟小丑。我在他还没有的时候，我打他也是够痛啊。我推下。中路是什么？锁得住吗？扣合一下，我打了多久了？我要回去吗？打吧，你要打我就上哦。啊，好，我来了。啊？我们不用回来，扣哥。对啊。也可以啊。就我刚刚那个实在是爽到不行啊！刚刚那个跳，那个直接炸进去。直接把他们砸开了。上次是用什么？啊，不对啊，上次用炸鸡粉，超不搭的。应该是要用面包。是不是看我没有啊？全部站在一起，好爽。RKO。叫做吸灵魂啊！哎、欸，他们都他们都，真的给他们一点尊重啊！放我，那我怎么办？
不是啊，他们根本不理你啊。他们根本不理我。那也没办法。完全不屌我。我为什么你就这么哇操。你就这么刚那个斯文也是一个大绝小 按一下直接死啊。我说我现在超痛的。怎么两个都被断了？哎、欸，小子，你想要吃龙？哦，你加子啊，哇！啊，没眼啊！那是真的想吃龙。看不到啊！要打吗？我打个看到的你就有视野了。我打个大就过去。我没有中，我没有中哦。哦，那个球球，那个球球，小哥子一直跳尾。哎，这样是不是可以十八龙？那星斗要开我大绝，直接被我那个十八龙，直接撞他，你倒掉。我发现我那个、欸，我发现我这个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个、欸，嘿、欸，拿来的，好东西要留着，好东西。这个竞争的 support 的很极限呢、欸。对，啊、是不是要死啊？真的、啊，他真的想死。你要死喽！你还不走？你要死？嘿嘿，还是你真的要死？反转角遇草人。赔了赔了赔了，回家，过瘾了过瘾了。斩一个草人，转场。这方，他在教我们攻，没有给。不好了，对哦。哎，十成了。哎、欸，好扯！赛特刚那个，我刚那半血，然后我现在走一走，走得慢。十成就不能懦弱，就要身上。这跟这次根本强化版的概念，强化版的概念差不多，简称强化。W 就当 W 被动差不多意思啊，然后其他技能组全部优于概念。嗯 ，What was that？ 哦，有团打吗？哇塞！哇，很想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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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在赛特也是狂吹猛吹，追着锤，好好。锤爆，锤爆！我的那个状态不太好。你想干嘛、啊？我就是不让你进去。要进去吗？还是八龙？好爽哦！开晕，直接带走。喂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狙啊？没想晕我们家的人，其实可以狙，那就狙吧。其实可以狙，但是也可以不狙，没错。因为我们的这个，因为我们的状态应该是假八龙。应该我们的要心会在这边，应该是假八龙。应该是会在这边皮。或者假八龙。就在那边死人假巴龙，哇哦！哇，你们两个真的死了一个，可是我都不会死，好过瘾。没关系，我跟库奇在那边点还过瘾。突然冷静，这是真的有人死。安安安。